这个所在叫做七股岩山，是台湾面积上界大、上界慢发展的七股岩场遗迹之一。哎，规座的拢是用岩，哎，用起来。这座岩山是用岩所做起来的人造山，海拔差不多是20公尺，相当七层楼高。日本人来看过了后，讲这是台湾的富士山嘛，富士山。啊，嘛有人讲这是台湾的长白山。哇，那两个爬到高起来，你无看？已经登峰了。已经登上雪山。攻上峰顶。现在是防疫期间，所以都没人，这样可以翕到清楚给大家看。现在也有设计这种企鹅，也有这种爱的小白屋、岩屋。如果是要对着爱人啊讲着什么话，也可以在这里挂一些牌子。砖呢，用岩砖砌起来呢。啊，有旋转木马。这有这太空飞梭，那是这游乐场。这岩场是伫日本时代1935年，由着台湾制岩甲咱日本岩业两间公司改拓建出来。台南政府曾经办过一场叫做“一箭双雕”，就是岩雕甲沙雕作品拢藏伫这所在。这是载盐的火车布，我那算5分车的款。哎呦，难道这地铁路也是用山路去雕成的吗？所以这边是岩雕。另外一边是沙雕，一箭双雕。电视场真大，占了以前岩的仓库两个。这边岩雕的规模搁较大。哇！电视场行出来，阁有真侪所在会当参观。这是会当入去看看安怎拍岩。这个、叫做灵骨车，是因为伊每一个关节都有当亲像人的灵骨安尼荡来荡去。这就是岩盘，遐有风车在做风力发电。哦，啊有招财猫哦。哦，这是因的修理厂的款啦。
好，安尼就是台南岩山的介绍喽。